没意思，约会都很期待。你看看房间吧，给我住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么大的床，但又有点太好了吧？暂住几天而已，别多想。我先说一下，你对活动范围仅限于这个房间，明白吗？那我晚上洗澡上厕所怎么办？总之，第一，不许进我的卧室；第二，晚上11点之后不许进厨房，这是原则。违反一条，马上走人。我一定遵守。